接下来的这个题目呢，就是要考所谓主要要考所谓的左右相反，左右相反，好，然后呢，一张纸由左到右写上你画两个字，然后摆，这摆的时候有的时候题目会有点变化，有的时候是铺在这个桌上，静止直立铺在桌上照，有的是把这个纸立起来照，那个。有的时候答案会有点点稍微有不同，看一下怎么摆，啊，垂直摆的，所以看到什么像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它要正立相等虚像，但是左右会相反，所以呢，左右相反要反过去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翻过去看，好，所以我们答案选出，所以我们答案选出，现在考左右相反。这在考左右相反，好，北运女中站在袖上北运女中，正常就是由左到右袖上北运女中，然后站在镜子前面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哪？你会看到哪一个？明后史，李工商 ，A B 的 B， 你坐。你这边看过去的时候，最左边是北，然后再近点看见最右边是北，然后会反过来，然后呢还要左右要反过来，所以反过来反过来反过来就会变成这样子，所以答案就是 B， 答案就是 B。下一题是仿照联考题。下一题是仿照联考题。你画这样子平的放在那个镜子前面，然后你在镜子里看到怎样的理化？你会在镜子里看到怎样的理化？刚刚讲过，直直的放跟平的放，答案说不太会一样，不太会一样。平的放，这样子会看到哪一个理化？好，好。哪一个？李月仪，李东章 ，A B 的 B， 你坐。之后，你的左边是理化，对过去还是左边是理，右边说，但是会翻过来，会翻上去，所以一翻上去就变成 B 的这个样子，所以答案呢选择是 B。这三题就是在考左右相反，都是以前联考我们真的有考过类似题的这个东西 ，OK？ 所以请你了解，平面镜的成像会左右相反，就是我们这边所做的练习 ，OK？